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拿大苏黎世，在这个中心地区，Surrey 三厝地区。今天呢，开车在 Surrey 三厝地区，一些住宅区里面，然后行驶一下，给大家拍一些不同风格的一些住宅，看一下它的价位、价钱大概是多少。下面呢，让我们开始出发。